大家好，我是 Sugar Bro。 大家好，我們是 Unlo。 大家好，我們是 Verry。 本身是只有他兩個的，他兩個鼓和吉他這樣。起源就是我和 Gordon 即是下面那個呢，就參加了學校的歌唱比賽，然後之後經了朋友，就是小長哥的主音Folly 去介紹了我給他認識，然後就一拍即合就認識了大家。其實我不是最耳熟能詳，一講起我都認識，那我們就叫蘇姆就用到現在。很多人都會問我們韓英弟跟韓英妹有什麼關係，所以就怕調換了，不如英文名字，有很有意見，就是叫 Sugar Bro 了，就是這樣。咁Don 咧其實就係曙光嘅意思，破曉啊，曙光嘅意思。咁 Until Dawn 加埋就希望聽完我哋感覺，聽完我哋歌嘅感覺會見到曙光，見到希望，比較正面嘅嘢嘅。Reverie 嘅意思本身就係空想，咁就係攞嚟警惕翻自己，唔好齋諗唔做，咁就想夾 band 就。因為玩耐了自己一個就會悶，想找其他人一起玩，好像跟朋友一起出街，只不過是去玩樂器，要分享，要一起創作，一起 teamwork 先感受到那份喜悅。主要都是在pop rock 那裡，即係玩我哋嘅歌，其實我哋而家都有很多唔同嘅嘗試嘅，例如我哋 funk 啊，又或者其他唔同嘅類型，我哋都會開始接觸少少咁樣。主要就重型音樂為主啦，即係 metal 為主啦，但係我哋就唔想係純衝啊、純好硬嘅嗰啲 metal 啦，即係我哋啲歌都會加大量 melody 嘅元素，即係令到聽首歌，我哋盡量做到有畫面性啊，有情感啲喺入面。12月12日8点到11点，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Music Zone 柏林 Band Show 2015，门票已于柏林 Music 16间分行公开发售。音乐追梦不是梦，有我哋 Reverie， 到时见，拜拜。